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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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昨天讲到关于修行的结果，从《金刚经》的角度如何来看待修行的结果。因为作为我们凡夫，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有所得的心，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生活在有所得心中。在我们没有学佛，没有学习佛法之前，我们会带着有所得的心去生活，带着有所得的心去工作。那么我们学习了佛法之后呢，我们同样也会带着有所得的心。希望我们要成佛啊，我们希望在修行中能够获得神通啊，获得各种境界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人的常情？那么作为佛法的修行来说，我们通过有所得的心，究竟能不能获得这个修行上的成就？我们通过有所得的心，就究竟能不能帮助我们完成修行的目标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用心用错了，花心花错了，用心用错了，那么这个结果啊，它自然是不会出现的。所以《金刚经》呢，它在修行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呢，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修行中，即便是我们所要成就的无上菩提最高的佛果，它也是了不可得的，它也是无所得的。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不可以用有所得的心来追求无上的佛果。以有所得的心是没有办法跟无上佛果相应的。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在修行上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用心。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这种有所得的用心，事实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跟无上佛果相应。那么这里呢，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的。那有人说，这个修行最终的目标是无所得，那无所得不是白忙一场的吗？那我们修行修什么呢？这个修行所成就的无所得，究竟跟我们平常人做事情没有任何结果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那就不要修行好了。那如果不一样的话，它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其实无所得，无所得是一种在修行上的一种非常高的成就。无所得是代表着一种无所得的智慧。修行所要成就的就是这种无所得的智慧。这种无所得的智慧，像这个像《金刚经》里边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无相，无所住，这种智慧就是无所得的智慧，因为它是无相的。所谓无相，就是超越了一切二元对立的世界，超越了能和所，所以它是无相，超越了二元对立，所以它是无所得的。因为所谓有所得，必然是有能有所，有能有所才能谈得上有所得。而佛陀的而无所得的智慧，它是超越的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就像心经里面讲的，无智亦无得，有所得故。无智亦无得，就是没有能没有所，从这个能和所里边跳出来之后，从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边跳出来之后，才能活得这种空性，空性的智慧。这种空性的智慧呢，般若智慧呢，在《坛经》里边说到了，也就是以无念为体。所谓无念为体，就是它超越了念头。超越的念头，在念头之外，也就是在一念未生之前，我们需要从一念未生之前去认识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呢，具有无住的特点。无住就是心不染着，能够染照无住，心不染着。佛陀呢，因为成就了这种无所得的智慧，所以呢，他能够这个无所得，在无所得的状态里边，他是这个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无所得的状态。
而不是一种有所得的状态。因为这里是没有能，也没有所，也没有能得，也没有所得。这个空性的智慧，证的空性啊，空性的智慧跟空性本身就是一体的。空性的智慧是从空性上所产生的作用。空性的智慧跟空性啊，它是体跟用的关系。所以空性的智慧证的空性啊，在这里是没有能，没有所，它叫静智一如。静跟智在这里完全就是一体的，就是一体的。所以在这种智慧的当下，它是无所得的。当你安住在这个世界的当下，这个世界就是圆满的，不需要任何东西，也不需要任何，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支撑你的生命。反过来说，我们如果在有所得的心的状态里边啊，我们就需要寻求外在的环境来支撑我们的内心的安住。比如说我们世间上的人，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追求事业啊，追求感情啊，追求吃喝玩乐啊，我们需要通过外在的追求和执着，然后使我们的内心才会觉得踏实，觉得充足，觉得有价值。那如果没有这些外在的东西支撑呢，我们会觉得空虚，觉得不踏实，觉得没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安住在无所得的状态中，那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我们都能够过得很自在的。所以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呢，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因为本来就是圆满的，所以他不需要依赖外在的东西来支撑。但是如果有所得的心啊，他就需要外在的东西来支撑。这个有所得的心越发展越发达，他对外在的环境的依赖就会越多。就像我们今天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凡夫心，我们的有所得的心特别发达，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啊，也会得到特别的发展，这个物质世界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远远跟不上我们这种有所得心的发展，所以不论世界多么，物质世界多么飞快的发展，但远远也不能够来满足，足以支撑人的这种需求。那我们再想一想，那些禅者们，过去的那些禅者们，他们在水边林下，他们的生活中可能一无所有，但他内心里边，他不觉得缺少什么，他的存在就是整个世界，他的存在就是整个宇宙，他不需要支撑什么，因为他跟宇宙就是一体的，他没有跟宇宙啊形成一种分隔的关系。那我们呢，凡夫呢，因为我们的有所得的心是建立在我执的基础上，我们把自己跟世界对立起来，然后我们的存在呢，它就需要通过攀援外在的世界来支撑我们的存在。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到这个有所得的心和无所得的心，这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修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超越这个有所得的心，然后呢，开启我们内在的这种无所得的智慧。佛陀就是因为他成就了这种无所得的智慧，所以说他是无所得的，
在他的内心里边，他是无所得。而我们凡夫呢，我们活在有所得的状态里边，我们总是有所得，我们总需要抓住一些什么，总需要得到一些什么，就是，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昨天呢讲到了，就是关于第十二个问题，叫佛果无得。佛陀所证的果是无所得，就是在这成就了得到的状态，当下就是无所得，所以就可以叫得无所得。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无所得，因为得到了无所得，所以他的当下就是无所得。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又引了第22分呢，引了这个另外一段经文，第十七分的一段经文，进一步的说明佛果是无所得的道理。悉菩提，依意云何？如来以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以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悉菩提，此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不佛则不以我少及。如一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时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以我少及。作是言：汝以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嘿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在这个《金刚经》的第十七分里边，那么佛陀就是进一步的向悉菩提提出来的他本人过去的一个修学经历，那就是当年如来在燃灯佛所，燃灯佛这个出世的时候，那么这个佛陀呢，当时在这个燃灯佛的座下，并且呢得到燃灯佛的少记，这个少记就是说，你在将来呀，如果来世当得作佛，你可以这个就是在未来的世界，成佛，并且号释迦牟尼。那么释迦牟尼的成佛，那就是曾经在燃灯佛那里，曾经是就是在燃灯佛的座下少记的，这个少记也就是对他的所做的一个认定，一个认可，或者对他做了一个资格上的认定，资格上的认定。那么当年释迦牟尼在燃灯佛的座下所做的这个资格认定啊，就是这个认定呢，那么这个佛陀他就问悉菩提，当时我是不是有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说认定，通常是得到一个证书啊，还是得到一个什么呢？或者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传承，燃灯佛传给他一个什么，然后释迦牟尼得到一个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禅宗祖师的传法，这个传法是不是老师传一个什么，然后学生得到一个什么，有没有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里边，总是有所得，而不是无所得。究竟这个佛法的最高的这个法空性，它有没有办法传？弟子呢，在接受这个传承的时候，他有没有得到什么？其实，这个就是牵涉到这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不也世尊，悉菩提嘛，他是一个大阿罗汉，他对空性啊有深深的体会，他知道究竟是有得还是没有得。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亦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据我所理解的，佛陀所说的这个道理，以及关于这个空性修行的道理，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当然这个理解一方面是包含着悉菩提尊者他对空性的体认，一方面呢包含着佛陀的对空性法门的开示。佛依燃灯说，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陀在燃灯佛所当年啊，是没有法，是没有得到什么呢？是无所得的，而不是有所得的。当然这个无所得啊，我们要知道，跟我们平常人所说的无所得，跟这个无所得啊是不一样的。那么作为燃灯佛来说，他有没有传什么法给这个释迦牟尼呢？当然如果我们从世俗地的意义上角来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能可以有一个某一个表示啊，或说些什么啊，比如说像佛陀传法给这个迦叶尊者，那佛陀在灵山背上拈花微笑，拈花，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那这个过程中在形式上好像有这么一个传承，有这么一个表示，但这只是一个世俗地上的意义，真正的法是没有办法传的。所以这个禅宗的祖师讲，向上一处千乘不传，学者劳行如言浊矣。是向上一处，向上一着，千乘不传。为什么说千乘不传呢？因为没有办法传，怎么传啊？他说没有办法传的。真正的禅宗的传法，事实上它是以心应心，是心心相应，它并不是真正传了个什么东西。当然禅宗的祖师像这个林济和啊，赵州茶啊，这个云门饼啊，德山棒啊，那么这些东西它都是通过一种方式，一种方便，一种特殊的扫法，把邪人啊在这个能和所上的执着当下把它打破，打破了之后气入空性。那么这些都是一种方便的扫断，而不是究竟处。真正的究竟处啊，它是无法可传的，它只能够心心相应，只能够心心相应。所以当年燃灯佛陀在释迦燃灯佛座下的时候，燃灯佛对他的这个认证受记，其实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并没有得到什么。他是在燃灯佛的这个开示之下，他体认到空性，证得了这种无所得的智慧，他证到的是无所得的智慧。所以呢，在这个无所得的智慧中啊，他是无所得的，所以没有什么得到，没有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如果你觉得他得到什么，那就是妄想；如果说他得到什么，说明他还在有所得的心里边，
如果他在有所得的心里边啊，那他就不可能，那燃灯佛就不可能给他烧去。正是因为他超越的有所得的心，成就了这种无所得的智慧，所以呢，燃灯佛啊才会给他烧去。所以佛言如是如是，所以佛陀对须菩提的回答非常满意，说是啊是啊，就是表示对他的回答的肯定。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形式，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形式。那么，确实没有哪一个法，就是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陀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他并不是得到什么，并不是我们这个凡夫心的这个有所得的心的意义上，我们得到了什么，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恰恰是成就了无所得。所以说，须菩提，若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以我烧尽。那佛陀讲，如果我当年在燃灯佛的座下有得到什么，认为这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那么燃灯佛就不会给我烧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觉得我得到了什么，我得到了神通啊，我见到了光啊，见到了相啊，见到了什么啊，见到一个什么东西，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得到某种功能还是什么，那燃灯佛当年就不会给我烧去，因为我还没有进入到无所得的智慧里面，我的心还是在有所得的状态。如果还在有所得的状态，觉得我得到了什么，那说明我还是凡夫，那燃灯佛呢根本就不会给我烧去。然后说汝一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就不会烧去我，将来啊可以成为，就是可以做佛。说释迦牟尼，以时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以我烧尽。因为我认识到，我真正的体认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所得的智慧，我成就了这个无所得的智慧，所以啊燃灯佛啊才能够给我烧尽，烧尽我。作是言，汝一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有少记就是说，我在这个来世啊能够成佛，就是释迦牟尼。对，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什么叫如来？如来就是佛陀的十大名号之一。如来是什么意思？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如来就是诸法的如实意，如实相，如实的智慧，如实相，如实智慧，就是真如。那如来呢，就是体认到了这种诸法的如实的智慧，所以叫如来。如来就是体认到这个如实的智慧，因为他体认到如实的智慧，所以才能在生死中来气自如，所以如来如气啊，所以能够自在，能够不再陷入到这个五欲六尘中，能够心无所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如实智慧的作用。因为如实的智慧，它就是
这个他就是有无助的能力，就是有无所得的能力，就是有断除一些烦恼的能力。所以如来所成就的就是如实的智慧，就是如实的智慧。那么成佛呢，就是圆满的证的这种如实的智慧，圆满的证的这个如实的智慧。那么我们在发心和修行的过程，就是开启这个如实智慧的过程，发菩提心，菩提，菩提就是觉悟，觉醒的心，发菩提心，就是代表着开启这个，打开，就是我们要开启这个如实智慧。那么从世俗菩提心到圣意菩提心，那么圣意菩提心就是正式的启用了这个如实的智慧。然后在菩萨道的修行过程中，就是不断的在应用这样的如实智慧，这个如实智慧也就是般若智慧。在菩萨道的修行过程中，不断的应用这个如实智慧，以此来解除就是二执二障烦恼障所知障。那么到了成佛，就是这个智慧的圆满的时候，就是般若智慧的圆满的时候。所以从般若到成就无上菩提，那么因为成就了这种智慧，这种智慧就是无所得的智慧，无所得。所以说佛陀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成就的是无所得。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世中无实无虚。那么佛陀又进一步的这个重复，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无所得的这个思想。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如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其实他是无所得的，就是无所得，就是超越了有所得的心，超越了有所得的心，成就了无所得的智慧。在无所得的智慧的状态下，他当下就是无所得的，没有得到什么。这个绝不是我们凡夫意义上的我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悉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世中无实无虚啊。如来所成就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他所成就的这种智慧，这种无上的，这个无上的智慧，这种无所得的智慧，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无实无虚啊，非空非有，非空非有，因为它不是以某一种特定的形式存在，所以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有。但是呢，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认为什么都没有，那么这是一种妄空。我们认为它是很真实的存在，那么这个就会落入到一种常见。所以在这个无所得的智慧中啊，它是无实无虚，它是离空离有，超越了空，超越了有。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超越这个有所得的心啊，
我们就很难去体会这个无所得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多半都是活在念头里边，都是活在念头里边。那么每一个念头啊，都是代表着一种有所得的心。因为每一个念头它都必然要一个相应的影像。那么这个相应的影像啊，它就是作为这个念头存在的一个支撑点。它就是念头存在的一个支撑点。所以每一个念头它都会去寻求它相应的对象，去追逐它相应的对象，去执着它相应的对象。那我们平常的人，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一些念头里边，都是活在这样的一种有所得心里边。那每一个念头它都会有能和所的两个方面。能就是这个念头本身所产生的需求，所就是这个念头所需求的对象。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于有所得，所以不了解无所得。当我们想一想看，如果我们跳出念头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再陷入到念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体会？我们的心不再陷入到念头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出念头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像虚空一般的状态。哎，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超越二元对立的世界，超越二元对立的世界，它像虚空一样，具有无边的空旷，它是没有差别的，它是超越一切差别的，但是呢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也不是像虚空一样是一个网空，它还是有这个寥寥明知的这样的一种作用。但这种作用呢，事实上它是非空非有，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所以说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智慧啊，是无实无虚啊，这个非空非有啊。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种智慧呢，它是无所不在的，它是遍一切处的。我们过去在讲《解深密经》里边，讲《解深密经》的时候，这个《解深密经》啊，有一品啊，叫做圣意地相品。圣意地相品，在圣意地相品里面讲到圣意地啊，它具备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离言无二相。离言就是超越语言，无二就是超越相对。离言无二就是超越语言，超越相对，超越这个对待。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超行思所形象。行思就是思维，第二个特征就是超越思维，就是说你对空性的认识不可以用思维的心去认识，你要超越了思维的心，那也就是你要用无分别的智慧。因为只有你超越了分别的心，你才能够体认到无分别的智慧。那空性呢，它必须要用无分别的智慧去认识，分别的心只能认识分别的心对应的影像，而空性呢是要用无分别的心去认识。第三讲的是空性跟这个一些现象的关系。空性跟一些现象的关系，空性跟一些现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不依不异，
非一义性相，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东西。那么比如说在解脱密经里面为这个问题啊，打了很多比喻，比如说这个乐器上发出的声音跟乐器，它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啊？当然不是，不能说一，也不能说是二。乐器上发出的声音跟乐器的关系不一不一。我们讲无常跟桌子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你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一。这个木头会烧出来火，这个火跟木头的关系是一还是一？你不能说这个木头就是火，火就是木头，你也不能说这个木头是另外的一种，跟这个火跟木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对的。木头跟火的关系不一不一。同样的，空性跟一切现象的关系，它也是一样，不一不一，不是一，也不是一。那么这个是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叫做骗一切一味相，就是空性它是骗一切处的，它是无所不在的，它是无所不在的。就是说任何一个法上它的本质就是空性，任何一个法的本质就是空性。所以在唯识里面讲三性，遍计所知，一他起，缘成实，每一个缘成实的本质都是空性。所以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一切法即是佛法，一切法，一切法，什么叫一切法？就是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一切，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啊，叫一切。什么叫一切啊？这个一切就是无所不包啊，无所不包。那一切法都是缘起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一切法都是空的。那么一切法的本质都是空性。我们这里讲一切法都是佛法，这个佛法就是空性啊，空性就是代表着佛法的最高的真理。那么一切法的本质都是空性，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我们讲一切法都是佛法，不是说啊，这个基督教它也是属于佛法啊，华人宫也是属于佛法。你看这样理解你就错了。我们这里讲的一切法都是佛法，是从一切法的本质都是空性的角度来说，它都是佛法。所以我们想要体认佛法，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在行住坐卧中，在待人接物中，在以默动静中，都可以体认佛法。你只要具备了体认佛法的智慧，什么意思啊？你只要具备了空性的智慧，任何一个当下都能体认到空性。不是说一定你要在干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看那些禅宗祖师们，他们很多祖师的开悟啊，可能是在这个看到桃花开了，看到梅花开了，看到什么地方这个一个石头掉下来，听到某一个声音，或者被大喝一声，或者呢
甚至听到一个歌楼妓女在唱一首什么曲子等等，开悟了，见到空性了，见性了，见性也就是见到空性了，体认到空性了，那就是因为空性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一切法都是佛法。在禅宗里面讲呢，这个清清却足，无非波罗，意义繁花，无非中道。那么也就是说，关键我们要具备这种空性的智慧，也就是我们认识世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哪里啊？关键是在我们的认识，我们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我们是具备无明的认识啊，还是具备智慧的认识啊？其实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学一种认识。首先我们在学习经教，这个通过经教的学习树立正见，事实上就是学习一种佛法的认识，智慧的认识，用佛法的认识去代替我们固有的那种由无明和我执建立起来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过去呢，以这种无明的我执建立起来的认识去看世界，所以呢，我们就发展出了很多烦恼，发展出了很多业力，发展出了轮回，发展出了痛苦。那我们现在呢，需要用佛法的认识，把佛法的智慧变成我们的认识，那就是一种正见，一种正确的认识，学会用这种正确的认识去看世界。那么在看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逐步的就会获得这种智慧，智慧的见地，那么最终我们就能够看到世界的真相，体悟到世界的真相，那就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说这个祖师们说啊，山河大地也都在说法，山河大地都在说法，天台宗也讲无情说法，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外边的鸟语花香，这个春夏秋冬，云准云舒，哪一个不是在说法？他都在给我们说无常法，说无我法，说空，说苦空无常无我。关键是你会不会听，你有没有一种智慧的认识？如果你具备智慧的认识，你随时随刻都能听到佛法。如果你不具备智慧的认识，你现在，你们现在即便坐在这里，我给你讲佛法，讲了也没用。你们听了很多，可是呢，听了很多有什么用啊？只是一个知识，用也用不起来。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认识，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学习一种认识正见，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体认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的，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我们说到一切法都是佛法，那我们很多人，我们是对这个一切法就会升起执着了。一切法都是佛法，那就现成了，一切都是佛法啦，那我也不用修行啦，它本来就是佛法嘛。但是呢，但是在我们的凡夫心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法其实都是无明颠倒妄想，哪有佛法啊？都是轮回，都是生死，都是烦恼，哪有佛法啊？所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那是要有智慧，那是智慧透视的结果，而不是在无明的状态下它就是佛法的。
所以接下来《金刚经》就为我们这个提出来的，就是帮助我们如何的认识一切法，皆是佛法，所言一切法的即非一切法。所谓一切法，这个一切法，这个它也是因缘的假象，是因缘和合的，它是空的，它是无自性的，它的本质就是空性。我们学习《金刚经》最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一切法的本质就是空性，就是空性。它为什么是空性呢？因为它是无自性的，所以它的本质就是空性。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了解到这个无自性的特点，我们在一切法上升起我执和法执，那就意味着这一切法都会成为轮回的因，而不是成为解脱的因。如果我们了解到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我们能够用无自性的智慧去认识一切法，那么一切法都会成为解脱的因。所以一切法即非一切法，一切法它是无自性的，空的，本质就是空性，是名一切法。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法只是一个因缘假象，假名安立。虽然说一切法的本质是空性，但是呢，这也不妨碍缘起因果，缘起因果，所以空有不二嘛。这个一切法的本质是空的，一切法的现象是缘起有的，缘起有的当下本性就是空的，空的当下不妨碍缘起有，这就是即空即有，即有即空，空有不二。那么下边，悉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佛言：如是如是。悉菩提，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华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我们这里再引了22分，同样还是说这个问题。悉菩提进一步又这个向佛陀，悉菩提听了佛陀讲的这个佛果无所得的道理，进一步又报告了自己啊这个对佛果的这个认识。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呀。佛陀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所得吗？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啊？佛言：如是如是，是无所得。对的，是无所得。悉菩提，佛陀进一步的告诉悉菩提：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我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实上是成就了无所得，是无所得的，不是有所得的。是超越了有所得，成就了无所得，在无所得的状态里边是无所得的，所以因为我成就了无所得的智慧，所以说这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